到了，怎么一个宾客也没来的、啊？我也有点纳闷啊！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呢？你怎么回事呢？你都不知道啊？贴了告示了吗？不是、啊？要不咱闹点动静？那、啊、这就是由于闹点动静，闹点动静，来，这不行了，你们来。受你们吗？我这个心里也刚堵得慌。怎么回事这是？可能是因为咱开业、啊。哦，开业是喜事，怎么这么难受的？对呀、啊。不行，老张掉眼泪。不是，我也有点想。怎么？是不是乐队的事啊？老板，快点，别吹了，别吹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是吹的什么曲子？这是？不是白事，白事不得吹白曲子吗？怎么是白事呢？那今天开业怎么白事啊？喜事啊，这是？不对呀、啊，你不说是白事吗？那么你说的吗？你怎么说是白事呢？不是，白事便宜。你什么时候你还图便宜？来，吹喜庆的，喜事的，该多钱多钱，赶紧的，到时间。Thank you.